户外教学、毕业旅行，还有格数露营跨县市的活动，我们都已经暂缓到六月底。马来克从纽西兰大概它的一个哈，它的一个致死率大概是0.05%嘛。有关于那个我们户外教学格数露营的那个还毕业旅行的活动，那因为疫情的提升，所以我们跟卫生局讨论之后，决定延后到本学期期末。那本县的是可以交流的吗？本县目前没有禁止，不过必须依照规范做好相关的防疫措施。